我而家嚟到牛头角，咁就去睇 Ball Resident 嘅现楼。如果住喺呢一区，基本上落街都有巴士啦，同埋啲红 van 咯。有再行前少少就系铁路站，衣食住行社区配套又好方便。唯一个缺点就系俾旧楼包围住，因为观塘都系一个比较多重建嘅地方。如果你话将来嘅景观少挑战嘅，观塘最多车嘅路啦。咁呢个创纪之城隔篱就是九龙东嘅商业区，成个牛头角或者观塘其实好多商厦，有好多人喺呢度工作嘅。佢呢排就矮座嘅楼嚟嘅，成条街嘅环境咯，感觉就喺旧区度冻咗一支楼上嚟。我哋示范多位又会冇啊？九龙。两部电梯 A 室330尺入嚟啦，就一个长形嘅厅，好市井。然后呢度就有个入门柜位，基本上鞋柜啦，摆琐碎物品。然后再一个饭台，然后呢度就一字型嘅厨房，之后就 sofa 电视。行过嚟，有一个好中意嘅大露台，望出去景观。其实一房好市井，呢个 area， 同埋个楼底够高。呢边就主人房，基本上摆咗张床，然后有一个对流窗，有一个衣柜。再转入去就一个浴室，好距离，同埋最重要佢有窗嘅。个 area 基本上整个人入嚟都仍然喐到咯 ，OK 噶。Ball Resident 最主打就是一房，现价大概系550起步，收楼日期是下年的3月底，一个短期的楼花，咁嘅价钱你哋觉得点？欢迎留言话我知啦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